人彭恰恰公开自己欠债2亿，其中的一对债主是住在彰化做鹅阿珍的夫妻，当初借给彭恰恰100万，一年过去了，原本说好每个月还15万，最后被跳票，气得提告，就在上个月25号到法院去和解协议，每个月改还12万5千元。没想到到了这个月的还款日，夫妻俩还是没收到钱，气得向媒体投诉。而彭恰恰的金主林炳文在了解状况之后，主动联系严小姐，说星期一会先拿出800万来分给这些债主，每个人可以拿5%，等于严小姐可以先拿到50000元，看严小姐愿不愿意参与协商计划。这不一样了啊！你一定要照法官的去讲啊，不是说你5%就是5%，你要多久还完？你每个月还我50000块，我利息要找谁拿？也是要去跟人家借钱啊，50000块哪够？看看能不能照法律上开庭那一天讲的那样数目。严小姐说，对于林先生的提议还在考虑当中，还是倾向彭恰恰可以按照在法院讲的每个月还12万5千元。不过基于现状考量，他们应该会接受金主的提议，参加协商计划。